我们此次综合运用地震救援技术的顶撑破拆、绳索救援技术的悬崖向上救援、横渡救援，以及水域救援技术的 O 型救援、抛投救援等技术，有效锤炼了我们的队员的实战技能，最大限度地还原了实战环境。我们福建总队地处东南沿海地震带，加之每年台风、泥石流、洪涝灾害等地质灾害多发频发，救援任务比较多。我们此次目的就是为了进一步营造浓厚的训练氛围，提高队伍的实战能力和综合救援的水平，检验了队伍跨区机动的能力，为下一步可能担负的各类任务打下坚实的基础。